快点老啊，双十一你们家有没有优惠啊？啊，有，但都不用钱。我是个全职妈妈，每天风雨不改，要离家10公里外去校门口接送孩子放学。哎呀，特别是下雨天，真的好苦又好累。在学校门口看到好多家长还穿金戴银、漂漂亮亮的，那个嘚瑟劲。就我一个人身上干干净净，什么也没有，都怪你。我一直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手镯啊，然后我老公陪我在学校附近的专柜看了，要10000多，谈了好久的，但我觉得还是贵了一点。不是马上双十一了吗？看你差不多也要倒闭了。你别不识好歹，帮我去小光头那里找一条很便宜、很便宜、很便宜的。如果谈得足够便宜，我就给你200块小费。多少钱？你能怪我真的是，怪你怪你，这里多少钱？这里多少钱？这里多少钱？这里多少钱嘛？我才要你18000！18000不行嘛，人家去档口逛了就18000，你这还18000？他跟我说了，专门要找你老林买，要是够便宜的话，他给我点水费，我要倒闭啦！啥也别说，最低12000，你看笑话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货其实我就怕这个绿太少，我到时候调。你看啊，它这个绿目前很淡，它全部藏在肉质里面，在肉质里面表面不明显，整体的话，它这条毛胚啊，肉质是很细腻嘛，你看很舒服。然后这里刀角给它去掉，做出来做判圆条还是很 OK 的。这个绿得调，干涩的，我得把这个白切掉很多啊，要抛很久的，我怕抛出来这条圆条不。胖不用抛，一倒脚色就翻出来了。扯淡嘛，有风险的吗？有经验的。你有个屁，你看到头发都没了，快点再少一点，多少钱嘛？真的最低12000了。不行，2000嘛。这脑亏，好好给，便宜点啦，便宜点，不便宜点，好好给，连欠你都给得出来。那你最低多少嘛？最低9999，3000嘛。你便宜点，林安林，你便宜点嘛？那也不可能2000-3000。那么多翡翠，那么多翡翠，你双十一还要跟我一起直播？你这条不便宜点卖，我不跟你播了。保利多销嘛，8800，不能再低了，3800嘛。他没钱嘛，我要是谈的不够便宜，他这条手镯他就不要了。算这200块水费，我容易吗？我不是啊，这是老违规。我直播间真的没了，直播间有个粉丝叫做微微，大河说微微姐，他就违规了，说我们引导线下交易。微微啊，不是微，我要倒闭了。8500，不是老林，我得挨到双十一啊！你在双十一直播流量抢得太厉害，各种大 V 全出来了，你便宜点卖给我。好了。啥话也别说，最低6800。6800，我说粉丝满不满意啊？满意，肯定满意。不够便宜，4800嘛。哎呀，不要老是这样，不好啊！没办法嘛，还谈得满脑瓜汗呐。最低6800了。你真的得撑一下，到时候双十一咱一起去直播，还得买很多福利呢。没钱买啦，赚这200块，我这是买福利去的。吸新粉呢？5000，好不好？加点吗？不加了，再加粉丝不满意怎么办？这样视频也没人点赞，到时候双十一直播没人来看，流量抢的厉害呀！双十一呀，赶紧支持一下啦！可以了，我有直播间没钱买福利，你好点给我啊！这个活动不搭建嘛，小小一件，但是挺冰的。来，直播间52块钱放了，走了，哎，走了。姐妹们，只在直播间看手镯，不开直播间的都是冒充老吴的骗子。我的老天鹅，好low啊！这个价钱还有这个半圆条，真的太好了，太好了。